另外一组是来自经典专家举荐的深入人心男团。请阿云敢接受你的首席建议。他们都是经过多年训练，有非常深厚演唱技巧的歌唱演员。请蔡淳宇接受你的首席建议。在深入人心当中，他们确实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深入人心，四位哥哥，他们是古典唱美声，他们很专业。就你就立着唱，一定记住立着唱。Take my hand。对。Take my hand。 你那个 take 还是要用美声唱。Take my hand。 你用美声滚。咱们对吧？别推，先别推了，就刚刚那个可以，好，就那个。我的话是偏现代的，偏流行。我的现场感觉啊，我觉得今天更打动我的就是他的爵士。哎呦，我从来没有见过18岁台风这么稳，气场那么足，音准这么好的小歌手，这个太让我惊讶了。所以说不要掉以轻心。有请专家推选踢馆歌手深入人心男团上场。他们几个站在那儿就赢了，哇，已经有人气了。They are freaking like one of them can like destroy the universe with his voice, and they're afar. 看青草，穿白雪，听见森林的音乐，忽然发现陌生世界。天上红蓝色雾，这旅途往前一步，迷雾深处，每一声心跳，每呼吸一秒，去找寻自己的骄傲，看得到花开的美好，萤火在燃烧，往前飞，穿过云霄，看满天星光在闪耀，多渺小也要去奔跑。 To be free and unafraid。 现在下边喊成一片了，风停稳，地平线，阳光飘舞和蝴蝶，每个明天都是冒险。天上红蓝色雾，这条路每条清楚，日落日出，一声心跳，每呼吸一秒，去找寻自己的骄傲，得到花开的美好，看萤火在燃烧，往前飞，穿过云霄，看满天星光在闪耀，多渺小也要去奔跑。To be free and unafraid。 我回头眺望月光下的海浪，去远方流浪啊，远方流浪。天星光在闪耀，在闪耀，多渺小也要去。
To be free and long free.另外一组是来自专家举荐的深入人心节目，由阿云嘎、郑云龙、居宏川、蔡成玉四人组成的深入人心男团，上场进演尾声，两组人马在500位大众听审的见证下来了场切磋，结果已经产生。全正好。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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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肯定跟我一样好奇，马上从光帘走出的到底是谁呢？手是凉的。就是他们要打开信封才知道谁会上来踢，很残忍的。对，而且排练还都排过。马上从光帘走出的是来自原产地有机牧场的经典有机奶，一样有着草原血液的深入人心男团，还是经典全民举荐踢馆歌手活动中呼声最高的钱正浩呢？有机赋能实力踢馆，让我们一同期待踢馆歌手的天赐时刻，掌声有请今晚的踢馆歌手。来了来了来了，你们猜是谁？I think it's a group. I think it's super vocal. No idea. 都只能猜。感谢，不用谢，恭喜，加油，谢谢，加油加油。通过深入人心，其实已让很多人了解我们了。这次又到了歌手的舞台，那我们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坚持的。
谢谢深入人心男团演唱的 Never Enough， 恭喜你们成为新一组踢馆歌手。现在他们的投票通道已经开启，不要忘记投票哦。深入人心男团通过与微博网友全民举荐踢馆歌手钱正浩的对决成功晋级，在这里也要再次提醒大家，记得持续关注歌手官方微博的全新动态，参与全民举荐踢馆歌手互动，为你支持的歌手助力，帮他登上舞台。They're like four actors from old Hollywood. Yeah, exactly. Very dramatic. Yeah. 他们如果踢进前四的话，哈，就是历届以来类型上最丰富的。今天所有歌手的竞演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又是一曲定胜负。不知道今晚过后阵容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们下周见吧。哇！欢迎光临，请进。行了，有高的来了，有高的来了。你好。哎呀呀呀呀！幸会，太棒了。出场就震了。我向各位老师介绍一下我们四个吧。嗯。我们叫阿龙川菜馆。嗯。阿龙川菜馆。饭馆。我就知道川。阿是这位阿云嘎。啊，蒙古族小伙哦，然后龙是这个，郑云龙，啊，川是这个，橘红川，菜是这个蔡成玉，啊，我是那个馆，我是这个饭店的，合伙人，特别巧的是，真的有一个网友扒出了一个图片，真的是有个红底白字的阿龙川菜馆，好了。你们刚上场的时候，我就心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来了，我们怎么办？你们是我们巨大的威胁。А потому что вас четыре, а нас чуть больше, нас шесть. Вот, поэтому вы давите на нас не только своим голосом, но и количеством. 打群架吗？终于有人说出了实话。